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Hello， 我是 Bobo。他是鼠来宝，鼠来宝会不会说？刚睡醒的鼠来宝，哎，有点呆萌呆萌的感觉。那今天是鼠来宝五个月又十天的成长记录，然后他现在就是会开始吃副食品的。对，吃到各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时候，表情还蛮好笑的。一开始吃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可是到后面反而是有点津津有味的感觉。对，我们讲那么多，倒不如让大家直接欣赏吧。这是第一次要喂他吃副食品，然后看他什么反应。第一次吃副食品的鼠来宝，他这是什么口味？好不好吃？哎，他没有反应哎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这是十倍粥。没吃过。哎，他都没有吃进去。在他嘴唇上。他说那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有吃进去哎。那应该觉得这个口味很奇妙啊。对啊，没吃过对不对？怎么在发呆？我怎么感觉他是在享受那个口味的感觉？要吗？留下来了，那种在发呆的感觉。应该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还吃进去。大家都喂一口。哇，这个专业的。阿姨专业的。哇，是什么表情？你太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每次这样？吃太多了吗？他的表情好笑。他知道后面表情变这样。不好吃吗？一开始还没表情。他不要。好，我们不要吃了，我们不要吃了。快来帮我喂啊！他不要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啊，一点点呢。啊！你沾一点，沾一点，帮我喂。应该说怎么跟我喝奶奶？好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吃，我们不要吃。今天是鼠来宝四个月十九天，发现它长牙了哦。啊，这里，在这里下面。对，看到，你说看到它。有。干嘛？妈妈，现在叫妈妈了，你要妈妈还是爸爸？要爸又要妈，爸妈都要，对不对？爸爸来，爸爸在这里。妈妈喂你吃粥，第二次吃粥你。他一直在看他们，他怎么都没感觉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分心了。他的表情如何？怎么还没有第一次那种表情？对呀，好像习惯的感觉。还要哦，不要呢。他嘴巴还自己打开耶。好吃吗？你看他的脚，他的脚在那边踢，你看。很像大爷。还要吗？感觉好像还要那种。对，感觉好像尝到甜头。哦。巴拿拉公味，好像觉得很好吃。对啊。他是不是习惯了？好像是。他觉得好吃哎。干嘛啦？他最近都这样看我嘞。爸爸的外，吃到外一边，你看他身体，大爷哦。妈，你要什么？妈妈。要
爸用妈的，听出你长一颗牙齿的哎。牙齿在哪里？你有看到牙齿吗？牙齿。啊！停！只有一点点，还没有整个长出来，一点点乳白色的。帅宝，你穿阿迪耶。好可爱哦，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只史迪奇哦，然后它这边还有史迪奇，然后还有口袋。你喜欢这套衣服吗？抓它的耳朵。你想偷吃它耳朵对不对？哎，你真的要想偷吃它耳朵？好了，你这个脾气不好的小子。不可以赖皮哦。好棒啊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你干嘛？当然。好棒哦！有没有很棒？哦，很棒哦！你看，我今天好高兴啊！把手往前伸，哎，往前，哎。啊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对，翻，哦，好了。挖鼻屎中，它这边还有一块嘞，在上面这边。我不希望挖鼻屎。还挖鼻屎，你们那边笑话。你看那么大一块在那边。我一个鼻屎这么多人。这边上面了，你要固定它的头啊。太深了啦，你手好狠哦！在那边你看，好大一块。那怎么勾啊？给他打喷嚏呀！弄不出来，不行，等他自己打喷嚏出来。哎呦呦呦呦！各位你看，哦，现在一个不注意就会翻过来了，你们看。然后我发现帅吧，它其实有三个旋。你看这里两个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一个小漩涡，三个旋，哈，完蛋！请问健身这样有什么好玩的？请问鼠来宝大爷这样有什么好玩的？陆明诚，今天呢是周家菠菜。你看嘴巴打开了，那什么表情呢？什么表情？要是有吃，好像很苦的表情。菠菜啊，咦，等它吃下去，它要不然它会流出来。那你看吧，它们都不一样，完全没有，觉得很恶心。好吃吗？太冷笑哎！来吧，头转过来。你看这表情。耶，你觉得很恶心哦？你看爸爸干嘛？救命啊！我没办法救你。真的。你看你，我被强迫吃。要吐出来。多喝几次就好。就习惯了，你看表情，那么难吃吗？你看他的手是抖，这么难吃吗？好好，就这样。我给你，刚刚看你，我就你，嗯，好好，来吧，剩下妈妈喝掉。好，现在老婆要来锻炼身材，你看，举重。你知道我很累吗？你知道吗？他怎么笑成这样？哇，你看妈妈就是因为这样健身。爸爸，我们可以下来了吗？换爸爸。你想想就好，等他再大一点再飞高高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做这个真的超累的。哎，他为什么没笑了？他觉得你们够了吗？第一次吃火锅。哎，他没有讨厌哎，因为不是纯红萝卜，是红萝卜有加那个十倍粥。嗯，
看来他对这个蛮喜欢吃的哦。有些宝宝不是都会反感吗？吸进去，棒棒！鼠来宝你棒棒，你棒棒哦！各位不好意思啊，麦克风突然又没收到音了，只好换我来结尾咯。以上就是鼠来宝宝5个月又10天的成长记录啦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